找一根水管，而且很难塞，终于把它给塞进去了。就把它撑到底好了，不过已经有点歪掉了。这是到底。水漏出来，这样水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喷出来，要来试验吗？让它洗一次，这样水会不会漏出来？成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妈妈可以。里面好像很精彩哈，正常模式。里面那个盘子在漏。啊？有漏吗？我们有看到，你也有看一下，你就有看一下了。在那个灰色管子里面，灰色里面那个管子，那个灰色管子下面有没有？有，在滴水。有，好。所以是最底下这一个。灰色管子是哪？那那个是接哪个管子啊？是接哪一个管子？灰色那个管子呢？所以灰色这管子也漏水了。嗯。是灰色管子还是哦？灰色管子在漏哈。所以这条灰色管子也报废了。这样很麻烦，两条都要换掉的话，试试看。所以这样换我们换不到。机会啊！这水管也破啦、啊，这个很明显的，对啊，所以他们才晓得怎么拆哈、啊。Thank you.
一碗半锅锅盖，我可以进去，都有勇气的一碗。炒菜锅是坚持咖喱的锅子，开始。哦，它自己弹起来，经济正常。正常两分四十，直接就开始。好，不用洗碗，但是这边还是要自己蒸。小乖，擦桌子，不是这里啦，餐桌。嗯，洗好了，它自己会弹起来。真的嘞，这还要再刷一下哈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。按下小铃铛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，还要分享和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看，你的月亮猫来了，妹妹拜拜。